在山里安全玩耍。小军，危险的地方都放置了禁止进入的警示牌，这边也很安全，周围也没有发现危险的蜂窝或是蛇。好的，大家都辛苦了，这样来郊游的孩子们可以放心的玩耍了。小军，寻宝游戏也都准备好了。是吗？哦，海丽，什么嘛，这样一眼就看到了。寻宝游戏呢，要像这样，把宝物藏好了，找起来才会更好玩。是这样啊。小军，那我们就去附近巡逻了。好，辛苦大家了。哦，有只兔子。什么？在哪儿？这根香肠归我了。比特，你这家伙给我站住。来来来，谢谢你的香肠。你要是被我站住就完蛋了。好了，现在开始我们的寻宝游戏吧。哇，根本是寻宝的。在山里很容易迷路，大家千万不要走远了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宝藏在哪里呢？乔尼，这种地方不会有宝物的。找到了。我也找到了。比特，我们也快点找吧。别担心乔尼，我可是寻宝专家，这个就交给我吧。我们要找的宝物呢，当然是藏在这里了。什么呀比特，那不就是块石头吗？真是奇怪，这种地方应该有宝物的呀。我找到了。里面会是什么呢？不用看也知道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这是什么嘛？是蝴蝶结吗？挺适合你哦，强尼。强尼，你要拿你的蝴蝶结跟我的蛋糕换吗？真的吗？我当然愿意了。你们这么做可是犯规的。比特，你找到什么了？比特到现在一个宝物都没找到，还说自己是寻宝专家，我看他就是在吹牛吧。等着瞧吧，我肯定能找到比你们的好几百倍的宝物。这里居然也没有，到底藏到哪里去了呢？哇，我找到宝物了。我就知道我肯定会找到的。居然藏到了这里，肯定是个超级好的宝物了。拿到了。救救我。避难所也都巡查完了，那我们回去吧。快来人呐，有没有人啊？这个声音是比特啊。不要断啊，我求求你了。比特。罗伊。没事吧，比特？比特，刚才真是太危险了。都是我不好，安巴。在山里，像溪流或者断崖等地方都很危险，所以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在森林的深处会有蛇或者野猪等野生动物出没，所以不要前往森林深处。有的植物还是有毒的，所以不要随便食用抚摸。在树木茂密的山里是很容易迷路的，所以千万不要掉队或者独自一人擅自行动，知道了吗比特？知道了安巴，以后在山里面我会更加小心的。今天玩得很开心吧？是的。比特，后来你找到宝物了吗？当然找到了，我可是找到了一个超级宝物呢。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吧。看。什么？
怎么是空的呢？那怎么可能呢？我的宝物去哪儿了？熄灭的火也请再次确认哦。好累哦。哇，好赞哦。拉尔夫，这是你新买的帐篷吗？不错吧，这是刚刚上市没多久的最新款，一下子就展开了，夏天用很凉爽，冬天又很暖和。哇，好了，乔尼，那是什么？这叫吊床，可以吊在树上使用的网状的床。我来给你们做个示范。哦，这不是罗伊吗？好久不见啊，坎普，你是来露营的吗？当然了，这么好的天气，我坎普当然不会错过了。这是一个充满了生机的季节。祝你玩得开心哦，坎普。辛苦你了。看来今晚要巡查一下露营场了。爸爸，还有很久吗？你再等一下，钓鱼的时候要有耐心。真的可以钓到鱼吗？嘘，太吵的话，鱼会被吓跑的。哦，爸爸，那个浮标动了。什么？快拉上来！好重啊！雷伯特，看我的吧。比特，爸爸这次要钓一条大鱼上来，看好了啊！老爸，这句话你都说了十遍了。雷伯特，帮帮我！坚持一下，我来帮你。爸爸，再加把劲儿啊！爸爸，加油哦！爸爸。哇，好大的一条鱼啊！哇，味道好香啊！爸爸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好了，都熟了，尝尝看。谢谢叔叔。哇，好好吃哦。这个真是太好吃了。当然了，也不看是谁抓的，那还用说吗？所以独自走在路上，走着走着转身一看，突然冒出了一个怪物。那个是北极星，以前航海的时候船员们都是看那个的。那边那个呢？差不多该去休息了。这里就交给我来收拾，快去休息吧。今天辛苦你了。接下来该去那边看看了。洗手间，洗手间。起火了，帐篷起火了。什么？强尼，怎么回事？那边起火了。强尼，快醒醒啊。爸爸。危险。幸好大家都平安无事。这都怪我不好，我应该把篝火完全熄灭的。篝火用完后一定要仔细确认篝火是否已经完全熄灭。起风时原本以为已经熄灭的火星会再次复燃，很可能会飘到周围引起火灾。熄灭篝火时要等到篝火完全灭掉后再离开，或者将水或沙子倒在篝火上。篝火熄灭后仔细搅拌灰烬并浇上水，一定要确认篝火已经完全熄灭。开篝火晚会时一定不要忘记要准备简易的灭火器哦。
原来是这样啊，我记住了，罗伊。可是爸爸，我们现在睡哪里呢？别担心，我们的帐篷还在啊。这样行吗？谢谢叔叔。好挤呀！骑自行车的安全知识。珍妮要尽量保持平衡。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可不行啊。我看自行车考试你是及不了格了。我能及格。加油，珍妮，你看着我，就这样骑。不行，多奇，你的骑法太老套，没新意，得像我这样。这算得了什么？等等，玩得不错。走，你们俩上哪去啊？走。你没事吧，珍妮？谢谢珀莉。你在学骑自行车呀？可是学得好慢啊，总是没完没了的跌倒。这样啊，那么珍妮，让我来帮助你吧。真的？谢谢珀莉。我觉得马上就要跌倒了。珍妮，不要看车轮，要看前面。看前面。别怕，蹬脚蹬的速度再快一点。我怕。不要怕，蹬脚蹬的速度太慢反而容易跌倒，相信我。知道了。真是这样。波利，你在扶我的车吗？没有，现在完全是你自己在骑。真的？哇，我会了，我可以自己骑车了。哦，小心。你没事吧，珍妮？我没事。都说了要看前面的。你骑得相当不错了，珍妮。这都要多谢你教我呀，波利。要记住，珍妮，骑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骑车时要保持一直向前看，两只手必须放在车把上，好随时准备刹车。只用一只手刹车的话，就可能会跌倒。同时用两个刹车才更安全。下坡时速度会越来越快，要通过刹车来减速，这很重要。骑车上路时，你必须用手势告诉别人你要转向、减速或停车。走人行横道时要下车，推着自行车步行通过。做得不错，珍妮。谢谢你，波莉。自行车安全考试现在正式开始。扣分。对不起，多奇，考试不及格。哎呀，太难了。看我的，你好好跟我学着点儿。扣分。太快，扣分。凯文不及格。怎么会这样？下一位请做好准备。请让一下。珍妮，你连骑还不会，没法考试。珍妮，不要太丢人了。好了，走。十号选手珍妮，你已经通过了。哇！祝贺你，珍妮！
是告诉过你们吗？过马路的时候必须下车。珍妮，骑自行车安全是最重要的。尤其你们两个考试不及格的，更要多加小心，处处注意。好的，我们已经听你说了100多遍了。骑车前检查过你们的自行车吗？凯文，你的车座好像太高了。再见，饶了我们吧！都站住！放过我们吧，珍妮。被困在电梯里。骆驼生活在什么地方呢？骆驼生活在沙漠里。哦，还是查尔斯厉害。那鳄鱼呢？鳄鱼在沼泽里。哇哦！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大猩猩生活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了。什么？你也不知道？就剩这一个没有答案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对了，上网查查就知道了。一会儿去我家用电脑上网查吧。电脑吗？好啊，我们赶快去玩电脑游戏。不是玩游戏了，是用电脑上网查资料。对啊，说的没错。什么？快走吧，查尔斯。终于能够正常运行了。等一下。差点就错过了。小伙子，像你这样强行开电梯门或冲撞电梯，它会坏掉的。啊，会坏掉吗？我就说嘛，这电梯怎么经常出问题呢？原来是你这个人干的呀！对不起了，以后我不再这样做了。查尔斯，你电脑里都有什么游戏呀？比特，我们不是回来做作业的吗？先玩一会儿游戏，写起作业来才会更有劲儿的。比特，你来看这边。小尼，干嘛大惊小怪的？你是第一次坐电梯吗？居然能看到外面。你看那边，是市政厅广场。是真的。伙伴们，不要靠在窗边，太危险了。是已经到了吗？还没到呢。这是怎么了？该不会是电梯坏了吧？你们都还好吧？电梯怎么会突然这样呢？这样可不行！救命啊！我们被困在电梯里面了！快来人啊！外面有人吗？你们先冷静点，万一电梯真掉下去就糟糕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对了，紧急按钮。检修完这里，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。快来人救救我们啊！出什么事了？电梯突然间不动了，我们被困在里面了。有这种事？哎呀，这下出大事了！伙伴们，出大事了！几个孩子被困在布鲁姆斯公寓的电梯，请马上赶去救援。好的。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别担心，我们会把孩子们安全地救出来的。我和洛伊会前往顶层，负责营救孩子们。海莉，你负责安装锁扣，用来固定缆绳。好的。安巴，你跟孩子们对话，安抚他们的情绪。好的，波利。孩子们，你们还好吧？安巴，我们好怕，感觉好像快掉下去了。别担心了，很快能救你们出来，你们就安心等待救援吧。好的，我们知道了。波利，我准备好了。走吧，罗伊。好。罗伊，我需要你的吊车。知道了。你们都没事吧？是波利。还好你们都没什么事。谢谢你们救了我们。查尔斯，你刚才按下紧急按钮求救做得非常好。我来告诉大家，乘坐电梯时应该注意些什么。在乘坐电梯时要注意鞋带或衣角不要被电梯门卡住，不要强行打开已关闭的电梯门。在电梯里蹦跳或者拍打轿厢等剧烈运动有可能造成电梯停运，所以不要这么做。
在电梯突然间停运的时候，如果强行打开电梯门，会有坠落的危险。这时候应该按下紧急按钮，寻求别人的帮助。救援人员赶到前，应该在电梯里耐心等待救援。大家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安巴。孩子们，现在电梯已经被修好了。是真的吗？查尔斯，我们上去玩电脑游戏吧。快来呀，查尔斯！你们两个，我们不是来做作业的吗？小家伙们，不是跟你们说过电梯里不许跑跳的吗？对不起了。学校发生火灾时的逃生要领。我们班来了一位新朋友。哇，是蜥蜴啊。大家要轮流值日给他喂食哦。老师，让我来吧。还是让我来吧，老师。这样吧，这周的值日就让查尔斯来做吧。是我吗？查尔斯喜欢小动物，应该可以照顾好小蜥蜴的。你可以吗？可以的，老师。老实点，别动啊，小家伙！扎到了！比特，让我也摸一下吧。你先等会儿啊，乔尼。比特，乔尼，不许虐待小蜥蜴！你胡说什么啊，查尔斯？你没看到我们有多喜欢他吗？就是，你要不要也来摸摸他？尾巴，它的尾巴断了。当遇到危险时，蜥蜴有自己断掉尾巴逃生的本领。真的吗？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但是断尾的蜥蜴会变得非常虚弱，弄不好会死掉的。以后小蜥蜴由我来照顾，你们两个不许再碰它了。知道了。别担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你，让你长出新的尾巴的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叫小便吧。暖和吧，小便。好吃吧，小便。一会儿放学后我们去游乐场吧。好啊，好吃吗？现在尾巴都长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等我一下哦，小便，我帮你倒点水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？起火了！起火了！起火了！孩子们，从这边走。老师。楼下的教室起火了，大家不要害怕，跟着老师走。好的。小便。大伙都没事吧？里面的人全部撤出来了。老师。查尔斯不见了。什么？查尔斯。好了，小便，我们也快出去吧。这里出不去了。怎么办？别担心，小便，我一定会带你逃出去的。快来人呐！我在这儿，快来救我！查尔斯，查尔斯在那儿。查尔斯，查尔斯，查尔斯。罗伊，找到查尔斯了，他在二楼的教室里。知道了。救命啊！查尔斯，罗伊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我要下降喽。大火终于被扑灭了，幸好大家都平安无事啊。
罗伊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查尔斯，刚才你那么做真的是太危险了。当学校发生火灾时，无论个人物品多么重要，都要放弃并尽快撤离。千万不要自作主张，擅自行动，要听从老师的指示，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带。按响紧急警报铃，告诉周围的人有危险发生，用手捂住口鼻，弯下腰来，尽快脱离事故现场。如果来不及跑到外面去，就跑到屋顶求救。哦，罗伊，我记住了，让大家担心了，真对不起。不用说对不起，多亏了你，小病才能得救啊。是啊，没错没错。查尔斯，看来小病在感谢你呢。好痒啊，小病。迎面驶来的摩托车。哎呀，作业烦死了，我好饿，好饿呀。多奇，我们玩一小会儿再走吧。不行，迟到的话珍妮会生气。哎呀，真拿你没办法。披萨，前100名顾客披萨免费，免费的，我们去尝尝。等等，珍妮在家等我们呢。我们带点披萨给她，她肯定会高兴的。我们走吧。你说的，错不了。借过，借过。一会儿也借不了。接着送，这想歇一会儿啊。凯文，我们到了没有啊？应该快到了呀。往那边走的话，找到了，快点儿。不是这儿，都是让这个招牌给害的。堵得太厉害了，从这边走吧。好了，到第七大街了。对不起。明明就在这附近啊。等等，我闻到了。喂，你真行，鼻子还真厉害。已经慢慢接近了。我看到了。真的吗？在哪儿？是一个热狗店。哎呀，再耽误我们就吃不到免费披萨了。热狗，我们就快要到了。他们真的免费送披萨吗？是真的。走这边，赶紧走啊。就剩最后一份要送的披萨了，应该就在附近吧。走。摩托车居然开上了人行道。快点，多奇，快到了。是真的吗？当然。是吧？这是在哪儿啊？你不知道吗？摩托车是绝对不能在人行道上行驶的，这样很危险。实在对不起了，我都不知道开到人行道上了。我本来能躲开的。对呀。那也不能跑着躲开啊！遇到迎面而来的摩托车，千万不要跑着去躲闪。停下来，
等他从你身边开过去，这样其实更安全。或者你也可以靠在墙边。哦。另外，有时候狭窄的小路上摩托车会开得很快，如果你在巷子里走，从公交车上下来，或者只是走在路边，都必须要格外小心。像你们今天这样在小路上跑，是非常容易出事故的。知道了，波利。去珍妮，是是，快过来，不然披萨就要凉了。啊、哇，披萨！不太好吃了。多奇，你一口一口吃嘛。到现在也没联系我，他们该着急坏了吧？这些唠叨鬼。救命啊！是波斯提，哦，怎么回事？昨晚邮件回去的路上，突然发现小桥不见了。现在过河太危险了，去附近山中小屋躲避一下，等暴风刮过后再来吧。波斯提，怎么回事？我再也走不动了。不行，我们得赶紧进去，这样下去会被大风卷走的。可是我的身体不听使唤，快没电了。波斯提，打起精神来！哎，不行，我得马上去找个应急充电器来。你等着我，波斯提，我去去就来。嘿，海莉，海莉。拜托赶紧回个信儿啊。小娟，还是没有海莉的消息吗？没有，波利，还是没有联系上她。风势变得越来越强了，小娟，看来我得出去找一下海莉。自己去太危险，我跟你去。朋友们，我理解你们的心情，但是她把无线电关掉了，你们知道她在哪里就说去找她，我认为再等等吧。是海莉，在布鲁姆斯森林里。海莉，你在那干什么？出大事了，小娟！出什么事了？波斯提现在一点电量也没了，被困在山中小屋了。我正在寻找有应急充电器的避难所，但是风力太大，实在无法找。海莉，信号中断了。海莉和波斯提的处境都很危险，现在马上去救援。是，小娟。知道吗？虽然信号不明显，但肯定是海莉。我把位置传送给你。好的。好，离这里不远。小娟，大家回答我，再怎么喊都没用。海莉。波利。海莉，你稍等，我马上下去。太好了，得救了，波利来了。你没事吧？除了不能起飞之外。放心吧，我会把你带出去的。但是
两个人能一起上去吗？当然能，相信我。嗯，我们得赶快上去，水马上就要涨上来了，抓紧我。好的，上去了。嗯。能行吗？泡莉，没事的。嗯，别担心，重新试一次。快上去了。泡莉，海莉，你还好吧？别担心我，你也还好吧？我没事，再用点力气，再试一次。加，嗯。Polly， 再加把劲儿！你们都没事吧？罗伊，得救了！啊，应该快到了，难道不是这里？克里尼，快一点，拿出地图来看看吧。好的，你先闭上眼睛。嗯，闭上就闭上。沿着山谷一直往前走，经过一棵枯树，再往右走，宝物就在大象形状的石头下。啊，大象形状的石头，就是那块石头。呀吼！博斯提，不是叫你把眼睛闭上的吗？你犯规！就是我的喽！什么？你站住！哟吼！我的黄金邮箱，是我的黄金滚刷！你站住，博斯提！我就不！啊，快到了！啊！我好了！啊！情况怎么样了？好的。哦，在那儿呢，克里尼。海莉，别担心，克里尼，救援队马上就到了。哦，来了。别着急，海莉，我马上就下去。罗伊，安巴，等我下去以后，把救生篮准备好。好的。再忍一下，我们会把你安全地救上来的。谢谢。罗伊，把救生篮放下来。
没问题。再往下。慢慢的走进来。我好怕。海莉。克里尼，有我在这儿扶着呢，你别怕。我不敢动。没事的，克里尼，你不用着急，慢慢的走过来就好了。很好，克里尼。刚才真是太险了。罗伊，慢慢的拉上去吧。好的。我跟凯普说了这件事，他说这棵树有着特别的回忆，一定会去看看的。是吗？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呀？真的好想知道啊。友情之树，那我们就叫它友情之树吧。以后每年开花的时候，我们就来看看，纪念我们的友谊。好啊。你说什么？友情之树开花了。刚才我碰巧遇到了波斯提，我告诉他友情之树开花了。他说对那棵树有着特别的回忆，一定会去看的呢。看来波斯提没有忘记啊。那不是波斯提吗？凯普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好是路过这里罢了，麻烦让一下。我先到的好不好啊？该让路的是你。分明是我先到的，请你让开。什么？凭什么要我先让路？让我过去。就是我先到的，让开。让开。怎么样？我们的计谋成功了吗？肯定会成功。也不知道他们两个现在怎么样了，我去看看吧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他的好奇心可真强啊。是啊。他们该和好了吧。救救我们，救救我们，救救我们。这是出什么事情了？可是推不动啊，看来我们只能砍掉其中的一棵大树了。说什么？要砍掉大树？不行，不能砍树，绝对不能这么做。别担心，我们是不会砍树的，你们也不会有事的。罗伊，我们两个拉动树干，制造出一点空隙，而安巴呢，负责在后面推他们两个。好的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波利。准备好了。好的，开始行动。
要细心照顾，大树会好起来的。如果我们互相礼让一下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。对不起，凯普。没关系，我也有错，以后我一定会让你先过的。没关系，还是我让着你吧。过来吧，克里尼。啊，不要！快快让我吃掉吧！不要！快快让我吃掉吧！不要！别想跑！救命啊！啊啊！救命啊！啊啊！克里尼！啊！救命啊！怎么办啊？啊！天哪，我得赶紧打电话给救援队。哎，完成了。还是不够吓人呐，到底是哪儿不对呢？你好，这里是救援中心。嘿，克里尼，情况怎么样了？刚才巡查的路上见过他，好像还没有止住呢。是吗？紧急情况！紧急情况！出什么事了，小娟？克利尼、斯普奇还有凯普掉进友谊树附近的坑里了，请全体队员马上出动。是，小娟。情况十分危急，赶快行动！我负责克里尼，罗伊负责凯普，海莉和安巴，你们去救斯普奇。好的。坚持一下，克里尼。斯普奇，再忍耐一会儿，马上带你出去。快点儿。海莉，好像被什么勾住了，你检查一下你那边好吗？是这个吗？哎，苍蝇大了！哎呀，走什么？一堆苍蝇！啊，去去去去去！哎呀，哇，真见鬼！哎呀哎呀！安巴，快点儿！对不起，斯普奇。快出来吧，再待下去就跟苍蝇成朋友了。哎，知道了。哎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行这样的救援。奇怪，这个坑怎么变得这么脏乱？上一场暴雨将农家的垃圾都冲到这儿来了。好了，海莉。谢谢。也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对不起，克里尼。没想到事情会搞成这样。没事，本来你们也是好意帮我的。啊，克里尼，你好像不打嗝了。哇，真的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克里尼。看来斯普奇的主意还是有效果的。谢谢你，斯普奇。不用客气。
我觉得那个垃圾坑也有一份功劳啊，真是太可怕了。哦，我打嗝了。这怎么办啊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刚才海莉不是还说这个垃圾坑能发挥作用吗？什么？不行，我宁可选择小娟的机器，我还是选择小娟吧。你去哪里？帮帮我，小娟。盖好了，盖好了。波斯提，是我，克里尼。进来吧，克里尼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收拾完。不用管我，只是你要告诉我要扔的东西在哪里呀？哦，那边角落里堆着的就是，看见了吧？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扔掉吗？对，除了把打扫工具留下，其他的全扔，反正也不用。哦，知道了。然后呢？结果没有能够整理仓库吗？问小娟吧，我已经尽力了。那个都是我很珍惜的东西。那些东西你平常都不怎么用，不是吗？说是这样说，可是我讨厌自己的东西变成垃圾。也不能因为这个就一直在仓库里堆着呀。知道，找个时间我会整理的，可是不是这次，对不起。现在去做点事吧。啊，对了，今天跟瑞布提约好了要看机油册的。机油册放在哪儿来着？我放在书桌抽屉里了。哦，书桌昨天扔了。啊！我可怎么办啊？我的邮票。那么把这些东西送到垃圾处理厂就行了，对吧？嗯。好的，那我走了。辛苦了，太太，慢走。克里尼。这里的垃圾都去哪儿了？刚才被泰坦带着去垃圾处理厂了。哦，什么？不行，泰坦！你这是干嘛？有什么事吗？泰坦，站住！泰坦！怎么办啊？这样会错过的。立刻抓住泰坦！什么？救我！快点！泰坦，波斯提！哦，天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紧急出动！紧急出动！在三号公路仓库附近，泰坦和波斯提出事了，请所有队员马上行动。好的。现在放心吧，波斯提呢？波斯提在上面。啊！克里尼，这里交给我们，你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待着吧。知道了。罗伊、海莉，你们负责波斯提，我和安巴负责泰坦。好的。嘿，波斯提，稍等一下，马上救你出来。安巴，我把泰坦抬上来，你来帮我一下。好。开始了，泰坦，一、二、三，多久了？好了，洛伊。好的。哎呀！好了，救了，出来了。
真的是晴天霹雳哦。真对不起泰坦。我问你，波斯提到底为什么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啊？那个泰坦带走了我的书桌，所以那里面有我这一辈子收集的邮票呢。波斯提，你那个书桌被百乐阿姨拿走了。什么？那是真的吗？要是阿姨把邮票扔掉了可怎么办啊？